开始做爱。看到他只身隆冬，过去人人都很年轻，很帅，很美。那个时候也都是人人把握当下那一念间，生命在这几十年不断的分秒钟的流泻过去，留给我们呢是慧命增长。生命随着时间过了，我天天到了中午午餐过后，我就会又过半天了。到了晚餐，我就想又是过一天了，我就会自我念一句话：时日已过，命亦随减。就像今仔日过去呀啦，我的生命随着今仔日减一天啊啦。自己，我自己不断提醒自己，我已经过去的这一天，我到底生命中的这一页白纸有没有写上呢？我这一天的历史，生命的历史啊，很重要，不要让它空白过啊！这都是看到了菩萨们。不只是捐钱，还捐时间，还投入，每一位都是那生命中的大菩萨，一路一直一直走过来，我很感恩呐、啊。何况呢，要培训成委员。成职称，那规矩呢更严格。见习能习惯这样的大团体，他们甘愿再投入，才有培训哦。培训要再过一年，所以啦，要走入瓷器啦，实在是哦，也要花几年时间。走进来的它的好处啊，就是从小家庭就投入了天下大家庭。我们现在的委员慈诚队，他们所照顾的人，实在那一种 连我自己都会感觉啊，这样了不起呀、啊！人间有这样的好人，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菩萨，人间菩萨。因为呢，在这样的一段慈济的历史啦，总是呢有他的生命足迹，在这样人群中走过的，这就是。投入此际生命足迹在里面，就如我们在回顾九二一，莫忘那一年，这种回顾过去，中部灾情很严重，有东势，有南投，有台中，那一种救灾救难投入，我真的心还在滴着血，
那个时候我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都一直在台中，在中部啦，天天都会出去。有一天在南投看到了一个很开阔的所在，那第一个所在很多人总是小小海滩式的帐篷。下雨了，我看到哇，地上都水啊，人站又站不起来，坐下面又都是水，怎么过日子啊？所以呢，赶快跟我们的慈诚说用简易屋，所以十九个大爱穿将近2000户简易屋，简易屋还为他们造景。我就跟大家说过渡期2-3年的时间，过渡期专心白天去做事业，暗时回来有一个安心的地方。果然啊，我们这样的大爱村里了不到3年，大家人都恢复家园啊，该重建的重建啊，该修建的修建啊，人人呢都回家了。所以中部呢这么大的灾情，社会很祥和，那恢复生机呢很快速。那第一当中重建的希望工程井底都万灾，我只有一句话，信己无私，信人人有爱。那一段时间非常感恩哦，我们的龙洞人呐，给我一股很大的力量，让我可以呢，50间的学校建设起来，何必将近2000户呢？安定他们的生活，复建他们的家园，这种点滴付出啦，我还是要跟各位菩萨说。那假如没有我们这一大群的资深菩萨，跟现在在座的没有委员慈诚，我都无法，我一点能量都没有。这都是哦，好在慈济在社会大动员，还有减灾希望工程，好好，要过你的建设，这都是大家的点点滴滴付出的钱。当急难的时候，及时付出；当没事的时候，再平平安安。我们要未来如何呢？让它巩固。一旦事大了，得当那。水灾啦，洪灾啦，这火灾啦，我们呢都要去预防它，这都是积安思维。各位菩萨，你们的钱呐，点滴付出都是用在最需要，希望让更多人启发爱心。有爱心叫做好，我们要永远永远多造福，多祝福啊！自诚发愿，文法入心，信愿行，四大八法遍足迹，广度众生尽慈济，共创生命的价值，精进精进精进进，尽行善人。那的确我们总是用爱铺的路走过来呀，
多少年呐、啊，期待呢，慈济情是菩萨行，称为结有情人。我们资深的菩萨一次一次深入，一次一次带过来，我们看到的年轻人呐、啊，种子一粒粒的萌芽茁壮，一生无量，无量从一生，莫忘今天人等的发心利愿，和千万分的祝福说不尽，感恩祝福，新年事事如意，人人健康，福慧双修，阖家平安。